各位朋友，各位会员啊，我们现在开始。尊敬的朱会长，尊敬的吴景莲秘书长，尊敬的刘会长，尊敬的刘老师，还有我们严老师。大家啊，还有刘老师，欢迎啊！大家新年好！我给大家拜个早年。第四封网上发红包。来，第四封网上发。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欢乐年夜饭，我非常高兴。年夜饭、团圆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的一种习惯吧，是习什么习俗？习俗啊，传统习俗。所以非得有一两个秘书才行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今天举办这个活动啊，确实是非常有意义。今天大家都带来了很多美食。等一下呢，大家就尽情的分享、品尝、照相啊，这个是我们今天主要的活动内容。虽然不是那么样的丰盛，但是都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啊，每一个人的心啊。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们的活动是这样来进行的。我讲完了以后呢，就是。刘会长跟我们拜年，然后朱会长啊等等嘉宾跟我们说两句啊，然后呢我们就唱同一首歌啊，同一首歌我们唱呢，我们等一下的每一个环节大家注意，每一个环节都要录像，都要照相啊，我们不是就为了欢乐这么一下子啊，要留下非常美好的记忆。所以呢，等一下唱同一首歌等等活动照相的时候，大家都要认真，表情丰富啊，以后我们还要做一个片子是吧，所以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要记住，要录像，要照相啊。那么下面呢，请刘会长跟我们讲讲。